光复乡族群共融，人文产业面向丰富多元。乡公所推动农村再生，还有客庄老街营造，由乡长林清水亲自带队前往新竹的北埔乡来进行参访交流，受到北埔乡长庄明真的热情接待，带领参观了农村再生的社区，还有客庄老街以及北埔冷泉，就地方的农再文创观光产业，双方进行了交流学习。花了超过半天的路程，光复乡长林清水率领村长、土审委员会以及部落头目妇女成长班，风尘仆仆来到新竹县北埔乡参访交流，受到北埔乡长庄明真的热情欢迎。这边我们讲，跟我们的乡长来分享，谢谢我们乡长，谢谢。金人带好，怎么功能用？就是我们中年家每个男男女女都一样的，除了是因为同样推动农村再生而与马滩部落主席才一场结缘，由于乡公所也积极营造客庄文创产业，因此两乡首长双方一见如故，互赠分享各自的地方特产相见欢。但是这一栋建筑已经有几年，快60年，算是耐震强度的建材。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装潢比较可以好一点，至少让员工也好，或者是来我们公司的接洽公的那个乡亲有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。原先我不知道我的班长会来，因为要接到我们接待通知，只有说林乡长会带领我们所有的干部以及我们社区伙伴一起来这边，那是昨天在我们另外一个群组，就是我跟那个拿兰班长是同学。在乡长庄明真的推荐下，光复乡公所参访团一行人跟着在地解说员参观农再社区，走访北埔乡客庄老街，探访知名的北埔冷泉。对于北埔乡营造社区产业观光以及推动农村再生的发展印象深刻。我们红糯米跟黑糯米乖乖啦，结果庄乡长他们也有乖乖啦。他们非常乖乖，都是乖乖的啊。我们乖乖卖的不错，因为以前我在农业上班，农业也总共38年了，然后总共是7届了，所以比较久，后来再来工作啊。谢谢庄乡长。即便是隔着中央山脉，光复与北埔两乡镇，不仅是就地方农再文创观光产业交流学习，双方也牵起了友谊的线。未来彼此都能多多交流互访，强化双边社区农再的产业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